哟，这不是赤血神朝的公主吗？正愁找不到你，正好今日两条大鱼与我一起杀。傲寒真诀第三式，五线凌云，烈火真诀，凌云。 两条灵脉，定将你们杀得片甲不留。看来不用我们动手，他自己就能把自己冻死。这是什么？我在，他不会死。他快咬我死！ 凝气境十二重，什么傻瓜，最有天赋的人！这是我当初突破地境时，凭空出现的锁链。地境蕴含的能量，竟然与劫雷中的星空之力相同。我懂了，地境是来自星空的保护。 走了两天了，帝京把我引到这儿来干嘛？圣火宗，看样子是个不小的宗门。也不知道我和师父死后，凌霄门怎么样了。 顺眼多了，这破遗址宝贝没找到，吸引过来的修士倒是富得流油啊！够咱哥俩好好赚一笔了。宝贝留下，再自废修为，我就饶了你。什么人？小黑之黑，同道相见，江湖规矩，二八开。第一，我和你不是同道；第二。 我从不讲规矩。好好一片遗迹，被你们两个弄得贼窝眼。极地惊天！ 小天才，我们又见面了。看来你等我很久了。落水口，中了我的荆棘神功还嘴硬，你的命可是捏在我的手上。落水狗抓了笼中兽，优势在我呀！哎，别乱动，越挣扎他们缠得就越紧，吸血的速度就越快。你可不能死得这么容易。 赤羽圣衣，闪！啊！火！里面怎么会有火？哇，它有阵法！
全告诉你。你们总坛在哪儿？公主叫什么？宫内多少人？都是什么修为？我一个黑分堂小小的左使，连堂主的名号都不知道，怎么可能知道九天道宫公主的名讳？我只知道，他们都管她叫……去死吧！这是阵法，懂阵法的人几千年前都被我们杀了个干净了。你怎么……难道你不是这个世界的人？看来你知道的不少，替我保密。你放了我，我绝对不说。我相信你。没想到赤羽生命中剩余的火之力这么快就消耗完了，也不知道该去哪儿再找。父老啊父老，你走之前倒是把方法告诉我呀。这底下竟然有成片龙影血落，怪不得有火焰兽首在附近。这里的火焰之力竟然强到能让赤羽圣衣复活。怎么会有冰？不就是用点你崽子的血肉炼丹吗？还真是不依不饶啊。别浪费精力，小的带走就行了。别忘了，我们还要去找拿到赤羽圣衣的家伙。他们在找赤羽圣衣？难不成是九天道宫的人？竟然有人能潜到这里，何方高人呢？别藏，出来见见吧。手段如此狠毒，果然是九天道宫的人。听起来你是九天道宫的对头啊。正好帮我们一个忙吧，你先带小火焰兽跑。死了？不对，还有的救。